这是我们全家人的照片，这是我爸爸，他是一家计算机公司的职员，他工作很忙。这是我妈妈，她是教师，她在中学教音乐，她工作也很忙。那是我哥哥，他是大学生，他学习经济。那是我弟弟，他是小学生，他个子很高。我们全家人身体都很好。现在我在北京学习汉语，我很想他们，我也很爱他们。我常常给他们打电话。